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于年除夕举行农历新年倒数活动，并由马来西亚电视 ASO 现场直播，现场即透过电视观看此项盛举的将近百万人。此次的主题为快乐倒数大团圆，由马来西亚多位知名艺人尽展才华，其中包括人间音源歌手在现场演唱游行云大师填词的歌曲，让观众听出耳由。现场也安排了用气球升空祈愿，祈愿的民众都希望随着升空的气球可以国泰民安，就如星云大师今年的题字众缘和谐。这一次其实虽然没有得到回家过年，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义，因为跟全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过年，而且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在东禅寺这边来主办这样子的一场有意义的大团圆的活动，然后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配合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开心，很感激，很感恩。人间卫视张伟恩、骆文强，马来西亚报道。